咱们把这个国学课的3月15的开始呢，这个 PPT 呢给这个设计一下，算是干货吃吧。这是李白是吧？李白啊，诗仙李白。然后呢，咱们中国历史啊，中国历史呢，从三皇五帝开始，大概公元前的2700年，后来是夏商周，对吧？夏朝、商朝和这个西周，然后呢，大概在前770年到221年，大概550年吧，发生了这个问题啊，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，就西周和东周啊，我们周朝就不能控制。这个中国的这个春秋战国，各国混战，后来呢，齐统天下，嬴政啊，然后是西汉，中间有这个王莽的篡政啊，然后这个这样的下来啊，西汉、东汉，然后呢，东汉末年分三国，吴、蜀、魏，对吧？吴、蜀、魏大概经历了有那么多少年的时间啊？这乱的很久哎，吴、蜀、魏之后呢，是五胡十六国。说北魏、西魏、东魏、北周、北齐、东晋、宋齐梁陈，这个其实乱了蛮久的啊，220年到589年，大概有300多年的时间是比较混乱的。后来隋炀帝啊，这个但隋很短，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是吧？这个唐高祖吧啊，应该啊，说错了啊。后来就是辽金啊，十国五代、北宋、南宋。宋朝并不是很长，然后灿烂的文化，然后元朝这个忽必烈是吧？这个元朝统治了中国，后来明清，所以这是中国历史啊。三皇五帝夏商周是吧？春秋战国、秦汉，然后这个三国是吧？中间呢经历了这个有点乱世，隋唐，然后后来元明清啊，所以唐宋元明清这个。应该能记住的，然后你们去吧。然后这首诗啊，是这个，看这个意境啊，这个山里边一个人呢，在看着这个，飞鸟飞过去啊，是吧？这山是缙云山，是在咱们这个，安徽的宣城啊。当时李白啊，李白这个受玉真公主的。推荐啊，成为了这个啊，受点宠吧。后来呢，就被贬了。然后吴公主呢，就去了这个缙云山去修行。那么李白呢，一段时间住在山底下，所以呢，这首诗也是抒怀啊。一座缙云山啊，就目前这个缙云山这个景区的形象。如歌缙云山，唐李白。这个意境是怎样的呢？看，众鸟高飞尽，孤云又不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缙云山。所以这个有点拟人了啊。当然，他心里寄托的可能也是玉真公主啊，这个知我者是吧？是为知己者死，众鸟高飞尽，孤云不去闲。相看两不厌，只有缙云山。安徽宣城，这个是咱们工商角徵羽啊，中国古代的音律啊，就导出来咪。骚拉没有那个半音啊，所以是，沧海生笑就是用这个工商角徵羽，非常简单啊。但这个中国古代的这种说法啊，黄钟大吕啊，大错甲中啊，姑息啊，钟离啊，是吧？垂冰临钟仪则南吕不设雍钟新黄钟啊，这个记不住的，呵呵，但是这个简谱能对过来啊。工商角徵羽。就沧海一声笑，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来的，就说明了这个当时黄沾呢，这个做了这个曲是吧？这个就根据中国的古音来做的。沧海笑，茫茫两岸一场。你看这不321路是吧？没有发现这个什么对吧？哆来咪嗦啦，哆来咪嗦啦，你看到这个发了吗？没有发是吧？所以这个正八经的中国的古代的这个音律啊，沧海笑，
高挑两万丈，云层随浪几经涨，苍天笑，太子是上当。谁知谁胜出天知晓，江山笑，烟雨来。大义万雄，雄志足智志得上，青天下，激烈的来，红旗万丈呀，历经万朝。所以你记住，共产党的女的叫 re mi fa la 是吧？就没有那个 re fa sol la si 哆啊？看这边有哆吗？没有哆是吧？没有发，等于发。到了立法没有法没有概念啊，所以呢，有在这个音律啊。所以这首歌就是沧海笑，是吧？滔滔两岸潮，浮沉是浪迹今朝，苍天笑，纷纷是浪潮，最后是胜出天之晓啊。然后第二段烟雨遥，涛浪靠近，浓情独自知多少，倾听箫，静我寂寥，好心寒声浪，一经晚照，苍生笑，不堪寂寥，豪情仍在。痴痴笑笑，啦啦啦啦啦啦啊！这个是咱们的笑傲江湖啊，这个在金庸的小说里，《笑傲江湖》这一曲呢也很经典，是莫大先生和那个魔教的主角，这个呢惺惺相惜是吧？这个也是一样，这个刘备看上了诸葛亮是吧？这个三顾茅庐，短于关张去拜访诸葛亮，这个是吧？后面这样视为知己者死，后来这个诸葛亮也是为了没死，是吧？鞠躬尽瘁所以啊，这个这是我们正月十五的内容啊。